爆你的脸，爆炸你的脸。玩家们有游戏玩法，游戏共七人参与，分别为好人队和坏人队。好人队由预言家、女巫、禁言长老和两位平民组成，坏人队则由两名狼人组成。当狼人消灭三位神职人员或消灭两位平民时，即坏人队获胜。好人队则是抓出坏人队两位狼人，即好人队获胜。惩罚有：赢家用口红画输家的脸，狼人杀。游戏开始。Round two 开始啦！此刻让我想继续做狼人了。不用给你讲讲，这是第一次 ，OK？ 处女啊，七七，好吧，好，天黑了，大家请闭眼，狼人请出来。你们要杀的是，狼人请闭眼，预言家请出来，你要预言的是，预言家请闭眼。女巫请出来。Yes。今天被杀的是，你要用药吗？吃药。你要用毒药吗？女巫请闭眼。禁言长老请出来。你要禁言的是。Rice。预言长老请闭眼。天亮了。今天被杀的是三号和四号。3、4。为什么我总是被杀？三号，你有什么遗言吗？有一号，一号是狼人来的，他杀人过后看我们两个死，他是心里面哦，是完全没有一点惊讶的表情啊，只是很镇定，他已经预好了的。你是正脸，我看着你爽的脸，所以是一号 ，OK。我觉得是预言家，这是礼物。我不知道，总之我知道他是狼人。我觉得七号一直在针对我，针对你，你先发言的好不好？七号有问题。你先发言好吗？七号针对我，我是针对整排嘛，但是我没有针对。真的，你们注意他的满足表情，到现在还是一样在那边嘴角上扬。OK， 三号啊，记得投，不要去投胎啊，回来报仇啊。我们要动意吗？我相信你一次了。真的，你看他的脸，很少这样。我觉得你变得诚信了。很少这样邪恶，我很少这样坚决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少这样坚决。你看他的动作很多。OK， 第一盘我杀了两个人是很夸张，我不会那么残忍的，我要杀都杀一个的。那作为一个好人来讲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七号有意思，要把大家带来这个，带来带风向，他是带风向吗？各位啊，他是带风向。不是，我愿意相信他，真的，你可以去看。有人要动意吗？有，投第一个。还有人要动意吗？七号，我觉得七号。一号动意，七号觉得是一号的举手。你不是要举吗？你真的不要举，你会死！我跟你讲，现在完成不了，不能这样，没有同步举哦，这个危险哦。OK， 一号，你有什么遗言吗？你已经被裁决了，都输掉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个好人，你们自己来，只能讲。三号，你安息吧，我帮你报仇了。第二天开始了，天黑了，大家请闭眼。狼人，请出来。你要杀的是。亮了。
家请开眼。今天被杀的是七号，最经典的是二号。游戏已经结束了，因为神职已经全部被杀了，所以狼人胜利。哇！我傻眼了。不是你画脸。Subscribe 我们的放大器，看我们的 video， 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